各位听堂民进党，听堂蔡英文的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是参选咱新店、深溪、石碇、坪林、乌来的高建智。今日看有真侪，用咱深溪，用咱石碇，用咱乌来，啊，搁一个所在来甲支持好朋友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昨个高市封关呐、啊，甲今年啊呢，拄拄高市拄拄一年拄落1900点，啊，一年内底，迄、那个市值拄蒸发4亿4000900000啦，4000900000偌济呢？拄咱中央总预算的三年外的总预算啊。要到四年啦，一年哦、喔，今年一年，股市就落4500000900000，平均啦、啊，哦，咱有差不多800万的股民，平均今年一个股民拄拄了52万啦、啊，啊，你甲想看卖，这看偌凄惨啦，网友口口声声讲咧拼经济，甲咱讲633。甲咱讲，伊拢准备好了，结果，逐项拢无去，薪水拢无去，啊，逐项拢去啦，汽油去，物价去，牛奶去，逐项拢起价，啊，干那薪水无起价，啊，不但是安尼啊，你甲看，够开钱呐，去年你看台北市迄个花博，开140亿左右。今年为着选举，什么建国100年呐、啊，编30-40亿的预算，开了了拢在为选举，结果老农要加1000块，伊甲咱讲啊，这哦，这会再留子孙呐、啊，这咱的预算有问题啦。结果一个梦想家建国百年，一个梦想家一暗。开2亿1500万以上，开2亿1500万，你甲想看卖？马英九执政之下，人民薪水拢缩水，平均这一个月赚无3万以下，一个月有300万人以上，355万的人，平均这一个月拢赚3万以下尔，失业率你敢有哪遐悬？伊是用足侪迄个短期就业呢，3个月半年呢，若无失业率，阁毋是安尼呢？甲咱欺骗呾遐尔忝，阁甲咱骗讲，即马后壁阁甲支持，后壁有一个黄金十年呐、啊。甲咱讲633若无达到，伊个薪水上少要捐一半出来，啊有捐无？咱一般个人民吼、哦，讲话拢着爱算话。做一个总统，讲话拢唔捌算话，做袂到啊，薪水公开咁要管，啊，结果一教训都唔管。有遮无信任的总统，过去伊做市长，做国民党的党主席，讲国民党的党产要处理，啊，结果即摆有处理无？敢若国民党的党产，一年多地赚29亿以上啦，你甲想看卖？有这款的人呐、啊，这无信用，真正是有够离谱的。所以这款的人若搁好连任吼，伊当然是真爽快，嘛也有迄阵人当然话赚了真爽快，但是全国的人民拢绝对足清惨的。所以这边的选举非常的重要。我来参选这几个立委，咱全国民主党的立委，拜托大家到收听，听好伊过半。安尼好唔好？你感觉民主党执政的时代，国民党一定立委在创啥？干那负责干咱反对啦！不管为台湾的安全、军购案也反对，无甲将无反对，连过去饮水、治水的预算8年800亿，嘛干咱反对，嘛挡一年外。民主党执政的时代，对台湾有利的法案。无甲一项无反对，
原因这种呢，国会四分之三，国民党的立委就当遐来做橡皮图章啦。那对国民党有利的，对少数人有利的法案，啊，因就凊彩举手投给。啊，那对台湾人民有利的，伊就来反对。所以照民调来讲，即摆遐立法院国民党遐立委，因的满意度都多跟咱的薪水同款。都多剩22%左右啊，所以这款的国民党，你们敢袂当让因过赢去？会当的袂？我这边承认一句，这句是比较过去哈，民党的得票率真正是有较低。但是我相信这边，我个人点摆之后，来走去年选举的时候就来，啊，我做议员的时候，我嘛出席咧深坑，所以这文山区我嘛总熟悉的。我点摆深坑，我来出席，我待20多年。要啊做台北市的议员，做立委，这个所在我嘛当当来，所以我已经走一年外，对地方所有代志嘛足清楚的，所以有竞争才有进步。新店这个选区有我来这拼，我相信更加有进步。所以我踮在这，包括新店暗区，我的看法我主张讲爱捷运甲暗区一边，深区一边，我主张讲咱的捷运爱甲深区就定。我看我的对手马上肯办个，赶快做安尼。我有努力咧拍拼，我相信对咱这区不管建设各方面，绝对是正面的。所以选举要靠大家，多数人投邮票，甲蔡英文投邮票，甲高建智投邮票，安尼咱正月十四胜利就是咱的。我是抽到1号，蔡英文也是1号。咱民进党的票，政党票是3号，所以正月十四，一意思，大家投1号高建智，1号蔡英文，政党3号，1、1、3投落去，台湾就轻松，大家就轻松，安尼讲对唔对？拜托大家共同为民众发声，甲小英主席投一票，甲民众的立委投一票。甲高建智当邮票，拜托拜托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成功顺利，感谢谢谢。感谢咱的高建智高立法委员，别人做袂到的，我人来做，别人拢无伫做的，嘛爱我人做，所以咱爱支持咱的高建智，咱即摆来帮高建智画动算好不好？高建智，动算，高建智，动算，高建智，动算，高建智，高建智，高建智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